第十届立委第七会期一号登场，墙头上报道的立委、执政在野的都有，大家开心合照，等待时间还彼此帮忙拍照留念。由5:15就来的国民党立委洪孟楷拔得头筹，我应该是已经第三个会期都是第一位报道。不在议事殿堂，没了剑拔弩张，各党立委相处气氛融洽，上演另类大和解。不过想参选立委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就不客气了，传出有意更上一层楼的有中正万华的钟小平、应小薇、郭昭炎，大安文山有王心怡、徐宏庭，内湖南港有游淑慧、李明贤，松山新义有徐巧芯，其中张思刚、游淑慧以及徐巧芯更是不约而同脸书发文表态将角逐立委党内初选。因为你有一包给那个最积极的当属徐巧芯，已经准备好文宣品发放。不过同选区还有资深立委费鸿泰，想挑战却可能面临逼宫的指责。本来他说要交棒给我，那看起来可能这个承诺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，但是我也不会太介意。现在我有我的人生规划，那我想我们也是互相尊重，一起好好的竞争。表态会参战到底，徐巧芯的压力是来自党内。至于港湖议员游淑慧则在脸书表示，我不是不自量力，而是全力以赴。同选区虽然没有前辈卡位，但他要面临的是声量极高的民进党立委高嘉瑜。希望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辩论的机会跟政见阐述的机会。当然如果说要港湖要变成一场港湖割喉战的话，我也准备好。国民党市议员喊出世代交替，不过会不会在党内形成引爆分裂的开端，尺度拿捏可要小心翼翼。华视新闻张志行、黄昭胜台北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